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把四个句都叫阿弥陀佛。看课本115页，讲到这个持戒斯罗波罗蜜满啊，那他当然本身谈里面有很多的故事，那这里只是就持戒中的不妄语来说啊，那类似像这样的故事啊，比如说不妄语信守承诺这个，那么。这个是须魔王啊，另外也有记载啊，那在《佛说入母经》，那么说佛过去生曾经做一头母鹿，那么被陷阱抓住，那么他就啊，那么跟那个猎人说啊，那么希望能够放他回去，那么因为他的小孩子还不会磨身。所以让他回去教他的小孩子怎么样自己过生活之后他再回来赴死啊，那么后来啊真的自己就回来了啊，那么这个也有这样的，那另外历史上也有类似像这种故事也有啊，比如说南朝的南北朝时代啊，那南朝啊，那么讲到啊，那么说有一个叫做啊梁富起的这种县令啊，那因为有一个死囚啊啊，他应该就是要判死刑了啊，那么他啊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特别的事啊，然后他就放他回去看他的家人。啊，然后，但是其中有的人怀疑啊，他就说，假设这个犯人不回来，我就带他受罪，啊，后来那个犯人啊，时间到，真的自己就回来了。那像这种故事，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件啊，最有名的是唐朝唐太宗也做过这种事，但是就是说，但是这个放得更大，但这个有一点离谱啊，但是。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但历史上有这么记载啊，说唐太宗贞观六年啊，贞观之治啊，非常有名的啊，那么他也看到了这种历史，然后他就去查啊，知道全国啊，全中国有390个应该要被执行死刑的死囚，那么在什么时候就要执行了啊，就是有一个专门在执行死刑的日子啊，那么总共有390个，那么就把这一些人全部换回去啊，过年前呢就换回去团聚啊，我是说，那么就是给他们一个实情啊，就是你们应该要死了啊，但是啊，那死前让你跟你的家人团聚一次啊，但约定时间啊，就是这个时间啊，比如说15天后、1个月后啊，或是7天后啊的。你再回来啊，那么他基本上是问斩的时候都是在秋后秋天以后啊，那么所以说秋后问斩啊，那么这些人先放回去啊，那么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的不知道啊，但是就是啊应该是没有多少天啊，那就回来啊，时间到了啊，那么就回来受死啊，那么就是应该是过年前放回去，或是说在问斩之前啊，不久前放回去啊。那么总共有390几个人啊，都放回去。结果时间到啊，390几个人全部回来。那这个有一点点难度啊。如果你说一个、两个，那还有可能。390几个全部回来，除非你讲好了。啊，说，因为他要做样子给人家看，啊，所以我放你们回去，啊，我对外宣称放你们回去，
那你们到时候回来，我就真的把你们放回去。那么这些犯人知道一定不会死，所以一定会回来嘛。那么你没有回来，反而容易被抓去判死。那你因为后来这件事有人质疑，因为太多人了，390几个人，你说全部的人都这么诚实，而且都是死刑犯，如果你说一个两个，这还有可能。哎，那一个很重承诺嘛，那一个很重承诺，那有可能。你390几个，而且是各自不同的地方，回到各自不同的家里面，然后全部都回来。历史上这一件事有啊，但是就是说，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点点不合乎逻辑啊。但是这个是菩萨本身坛里面，他那个是他自己本身，他过去生那确实也有这一种啊，比如说南朝历史上啊，真的就有这么一个犯人。啊，那么他因为县令为他保证，啊，如果你不回来，那县令代替你受罪，啊，那个人也有忠义嘛，啊，然后就回来了。那么这个还比较可信，啊，就是说历史上也有这些，但是他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，就是说，那么你要守信用，啊，那么守信用只是持戒里面的一种而已，啊，它不单单是诚实，只是不妄语而已。啊，包括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，啊，那不绮语就更难了。绮语就是戏论了啊，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啊，讲一些五四三的啊，风花雪月的，啊，或是开玩笑的话，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更难啊。那，啊，因为佛也从不开玩笑，啊，但是开玩笑我们觉得无伤大雅。啊，但是这个跟妄语两舌恶口比起来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小一点，但是就是在解脱上，它会形成所谓的戏论，啊，会有这样的一个过患。那但是我们就是你修行基本上是轻重缓急啦，啊，就是说过患比较大的啊，要先调伏啊，比如说杀盗淫妄啊，比如说嗔恨心，那么最大的过患是愚痴邪见。啊，所以要先有正信，然后有正见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啊。那你不太可能，你一下子都修满啊，六度也不能齐修啊，就一个一个修，然后一次也不是一次都修到好，没有啊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我们叫做积功累德啊。那么善跟恶都是这样，它不是一次做满的啊，那都是慢慢修好。那这个如是等。种种本身中相，啊，那么包括斯罗波罗蜜也有很多，它不只是这一种，只是它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而已啊。另外类似的做动物的时候也一样啊，就猎人把它抓回去，然后再回来啊，那也有。好，那你说这些事，这一些本身谈里面的故事都是真的吗？我告诉大家，有些不是真的，有些是编的。啊，但是有一些也有真的啊，就是有可能佛在说的时候，过去生啊怎样怎样怎样。如果本身谈都是真的，那佛每天都说他过去生就好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讲这个东西啊？这不太可能啊。这我们从事实上啊，不太可能说啊，佛常常在讲我过去生做牛的时候、做马的时候、做什么的时候。你看《阿含经》里面佛讲经都是在什么时候？大概两个时候而已，一个就是早上托钵回来的时候，固定，而且也不是每天讲，啊，我们从经跟律里面来看啊，就是固定的时候，就是佛托钵完回来，啊，那么吃完饭啊，那么弄好的时候开始讲，那讲不多啊，佛讲话基本上应该都是大概五分钟左右，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而已。啊，那么再多一点讲长一点的话也有啊，就是有一些经蛮长的，举了很多例子，也有啊。但是大部分应该都不会讲很久，啊，因为佛常在禅定中，讲多也会散乱，那么基本上都不常说，那么就是讲，也就是讲个重点，啊，那么有广说，大部分都略说。那广说的话也有，也不是没有，有特殊的例子，他也有广说。一个是就是托钵完回来，早上托钵完回来，吃完饭后，啊，就吃完饭后，然后所以你看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一些人天人，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去供养，然后
然后怎么样？因为佛都在吃完饭后开始开示嘛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去就去听经，啊，去是这样，各于一格成诸妙法，供养他方十方一佛，去是为了听经的，然后顺便带供养去，啊，那其实这就是供养，然后供养之后听法，啊，去是这样的。那最后另外一个就是大概三到五点的时候叫做布施，啊，这个因为。之后佛就是修行了啊，那一直做到就是精行练坐啊，那大概做到三点到五点，大概三点啊，那么就布施嘛，布施从坐起啊，这个是《阿含经》里面常说的，就是那么起来之后，那么就跟弟子开始，这个是固定的，但是也不是每天，不是每天哦，那么偶尔有例外的，就是佛陀出外啊，人间游行的时候，那么讲的，或是佛陀特别去找谁。啊，因为他知道谁因缘成熟可以得度，他特别去找谁，啊，那么有外道来问，那么外道来问也有固定的时间的，阿难会把关嘛，啊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时间，啊，什么样的问题，啊，那让他来见佛，啊，那类似像这样，那佛讲说法的时间不会太长，啊，那这个我们大概要知道啊，那本身谈那么多故事，不太可能。都是佛说的，那佛如果没有讲他过去生怎么样怎么样，谁知道他过去生怎么样？真的啊，你有宿命通，你也不一定会知道佛的过去生。那么佛有宿命通，他知道阿罗汉谁的过去生，但这些阿罗汉不一定知道佛的过去生啊，其实是这样。所以这些本身谈的故事，有一些是印度的神话，那么他就是说啊，这个是佛。这个是过去生是佛，比如说，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中国有很多神话啊，盘古开天地，女娲补天啊，这些啊，然后这个后羿射下十个太阳解救人民啊，那么如果在中国，他就说后羿就是佛陀的本身，过去生啊，为了解救人民啊，奋不顾身啊，反正怎样啊，那么这个是一个，就是印度本来的神话。第二个啊，就第一个就是佛有说我过去生怎么样怎么样啊，那么这个是有的，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佛会讲啊，我过去生怎样怎样啊，像忍辱仙人这个金刚经里面也有讲，那个应该是佛过去生佛说的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现在没办法确定啊，但是就是大概有三个来源，一个就是佛说的，佛弟子记录下来的，但是有一些会经过编排再扩大。再加一些情节，有些会这样。第二个就是印度原来的神话故事啊，那第三个就是佛弟子编的啊，为了让人家知道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就说佛怎么布施、怎么持戒、怎么忍辱啊，是这样子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但是这一些基本上就是佛弟子观察佛、成佛跟阿罗汉，就是跟弟子之间有巨大的差别。啊，那虽然都是阿罗汉，虽然都解脱，但是很明显不一样的解脱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四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啊，这一些很明显是不同于阿罗汉的。那么度众生慈悲智慧，那么这些精进的技巧福报，很明显优于啊这一些阿罗汉。所以就会观察，一般解脱就是戒定慧，可是像佛这种解脱，很明显不只是戒定慧，啊，所以就去探讨，啊，从佛现世本身的特质去观察，还有佛讲他过去生，啊，那么去研究，那发现到有所谓的波罗蜜，那么到底有多少波罗蜜，这个是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的。啊，后来啊，我们现在的六度波罗蜜基本上是大众部，啊，像有部它只有讲四波罗蜜，啊，那么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基本上是变成后来变成菩萨道的共识，就是要具足这六种功德圆满。那后来又变成十波罗蜜啊，那么立志愿方便嘛，好，那么所以这个后来这种菩萨道到底要具足什么？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修才能像佛这样啊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菩萨道里面它的一个来源了。好，那现在来看啊，那么六度里面啊，我们讲过布施、持戒啊，那持戒从
不妄语讲，诚实语讲，啊，守信用讲，啊，那但是持戒不只是不妄语而已，不只是诚实语而已，啊，这我们要知道。那么其他不同的持戒，那么那在各个本生坛里面也都有啊。好，第三个忏体波罗蜜，满就是圆满啊。那么忏体是忍辱的意思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那么菩萨道跟解脱道比较大的差别，其实就是戒定慧它都不一样啊，精进也不一样啊。但是戒定慧跟精进是菩萨道共，菩萨道共解脱道的啊。那但是布施跟忍辱是菩萨道不共解脱道的。你看三十七道品里面啊，它基本上就是戒定慧跟精进啊，就是戒定慧跟精进。那菩萨道里面戒定慧精进也有，但是解脱道里面比较不重布施跟忍辱，不重布施跟忍辱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布施是要跟众生结善缘，忍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。那么菩萨道重点在度众生，那么有跟众生有没有缘，有没有善缘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关系到你能不能广大的度众生啊。所以他布施跟忍辱这两个啊，那么特别不一样，是解脱道里面没有的修学项目。但是其他的持戒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那么虽然跟解脱道一样，但是内容也不太一样啊，就是它的层次不太一样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啊，这个忏体波罗蜜啊，忏体就是忍辱啊，这印度话没有翻音译啊，意义就是忍辱。那忍辱其实基本上啊，就是忍耐这一些不好的。那其实好的也要忍耐啊，那么好的你动心啊也不对，不好的动心也不对，但是比较强调在不好的部分啊，所以啊叫做忍辱波罗蜜。好，他说忍辱波罗蜜要怎么修才会圆满呢？啊，那因为这个牵涉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若人来骂啊，如果有人来骂你啊，抓锤割剥啊，这个老窝，这个抓啊，有时候叫窝老窝啊。那么抓就是我们手去抓的那个抓啊，抓锤啊就是用手指抓你啊，那么或用拳头打你啊，那么割剥啊，那么这个抓有时候叫也通这个鞭打敲击，就击打了。但是这很明显就是抓，就是用手抓你啊，锤用手拳头打你，击打你，割用刀啊，把你剥啊，把你的皮剥下来啊，这割伤你啊，剥你的皮啊，抓锤割剥，肢解夺命啊，把肢解就是把你的手啦、脚啦啊，那么砍掉啊，这个叫肢解啊，夺命甚至夺取你的性命啊，就是伤害你的身体。啊，夺取你的性命，那么即使是这样，你的心也不起嗔啊。那么如忏体比丘为迦利王，迦利王啊，那么《金刚经》说是割利王啊，那么截其手足耳鼻，心坚不动啊。那这个很多。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说到割利王啊，这个叫迦利王啊。那么这个是台，就是汉音跟现在北方音不太一样啊。那么一般是有所谓的鸡割之变嘛啊，这个割的音后来变成鸡的音了啊。那么迦利王啊，叫割利王。那么这个
个歌利王是佛陀时代啊，他是一个仙人。那这个仙人啊，在打坐，然后被这个歌利王啊，就他其实在那边打坐。那么打坐有那个宫女啊，那么去问这个歌利王，那、啊、去问这个人，去问这个仙人。那仙人其实是印度修行人修行到一个层次的统称啊。那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得解脱，但是得解脱的也叫仙人，不得解脱的也叫仙人啊。所以忍辱仙人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没得解脱的啊。比如说古仙人啊，那么那个仙人是古佛啊，那个是得解脱的啊。所以仙人这个名词有时候是通称啊，那么修行人有时候就指佛啊，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个他为这一些宫女啊，因为歌利王带着他的宫女啊去后花园玩了，然后玩捉迷藏啊，然后这些宫女后来发现到这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边打坐，很好奇啊，就问他啊，那么佛就为他们说法。这些宫女听到入迷了，忘记歌利王了。然后歌利王发现到他的宫女竟然围着一个修行人，围着一个人啊，那么他心里面就很愤怒，因为宫女应该是以他为主的。很显然，这些宫女全部啊把他忘记了啊，被这个修行人啊吸引住了，这对他来讲是一种冒犯，所以他很生气啊，就骂这个仙人啊，那么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说他在这里修行。好，他就很生气，你修什么行？他说我修忍辱啊。他就说好，那我来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修行啊，就把他的手砍起来，你忍辱吗啊？又把他的另外一只手又砍起来啊，他说我忍辱，你生气吗？我不生气啊。后来说你生气不生气谁知道啊，又把他的脚砍起来，耳朵砍起来，耳朵砍掉啊。那后来啊，歌利王说，虽然你没有一点生气的像，但是我哪里知道你心里面生不生气啊。他说好，那你既然这样，那么有一件事可以知道啊，因为成地狱就会，这个叫做地狱嘛啊，成地狱啊，那么地就是四地的地啊，那么就是你诚实没有虚妄的语言啊。那金刚经叫做真语、实语、如语啊，不狂语不妄语，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成地真实语，真实不欺啊的誓愿啊，这个有时候叫这个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他说，如果我啊真的内心没有嗔恨，那么你帮我砍你，我失去的这些手脚都会复原啊。后来就真的复原了啊。那么他其实是在讲内心中的誓愿，内心中的功德会改变啊，会改变啊，就好像啊，我们说他内心中真实的誓愿，有时候会改变啊，改变一些现象啊，比如说六月雪啊，那也是内心中的誓愿。那央觉摩罗啊，那么央觉摩罗在路上证了阿罗汉之后，在路上发现一个难产的妇人，那回来跟佛禀报。佛说你回去，那么在他面前这样说啊，从我啊，那么听闻到正法圣法之后啊，那么体会到正法之后，我就没有起过嗔恨心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么你就会顺利生产，母子平安啊。后来央觉摩罗听他的话啊，然后听佛陀的话了，就回去，又回到那个难产妇人那里，就对着他说，如我自从啊，那么信受正法以来啊，我没有啊起过嗔恨心。如果这样是真的，那么你们会母子平安。讲完那个他们母子那个妇人就真的顺利生产，母子平安。那么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？啊，不知道。但是在初期大圣的时候特别强调这种地狱，就是四地的地啊，诚实语
那么有些时候这件事是后来编出来的，因为杂含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这样说啊。那么中部他有讲到啊，就中阿含中部啊，那么他有讲到这件事。那有一些当然不一定，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是加进去，比如说杂含在讲到防蛇咒的时候，那个明显也是加进去的。就是后来，因为我们现在的阿含经其实是部派，就是佛弟子有一些加了啊，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啊。那大圣经典也有啊，比如说《心经》后面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啊，那么也是加进去的。那所以这一部分。但是有，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先不讨论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事件，我们先讲的就是说，就是说我们诚实语有没有那种力量，其实是有的，因为那种力量其实是从你内心发出来的，就好像佛说佛啊誓愿，那个誓愿它是会成就的，阿罗汉也会，就是它其实是以它的功德力，以它的功德力。那么这种功德力它也不能破坏缘起因果的，也没有办法的啊。那你也没有办法让堕地狱的人不堕地狱，应该要堕地狱的人不堕地狱，那也不可能啊。不然佛陀就会在提罗达特中讲啊，我已经成佛了，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就不会堕地狱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有这种事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事后来，但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成地狱的概念，地实语成地狱的概念，后来就他其实是内心真诚无欺的誓愿啊的言语啊，我们叫做成地语，后来或叫做地语啊，地语啊，其实就是真实语。那这个真实语地语里面后来就慢慢变成什么啊，咒怨啊，像律典里面有时候就把这个地语翻成咒怨啊，誓愿。那咒怨其实是誓愿，咒怨其实是誓愿来的，啊啊，比如说他诚实、真实不欺的誓愿，啊，内心他坚持这样的原则，坚持这样的原则不会违反，啊，那么就是诚实不欺啊，诚实不欺的誓愿嘛。我说这样就是这样，诚实不欺的誓愿。后来这个誓愿就变成咒怨，咒怨就变成咒语。后来就变成咒语，有无上的功德，能够改变一切的东西啊！这其实是思想有一点点，就是慢慢在演化了哈。那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但是真的是诚实语，确实是有也有力量，也有力量啊。那么如果在大圣经典里面啊，或是在经典里面，通常要来显示它是真实不欺的。他会用他的相，比如说什么样的相会是表示这个人长期以来都真实不去，广长舌相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个阿弥陀经就用啊，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，就是我出广长舌相告诉你，其实你有这种相的人，表示他没有打过妄语。他从来都是真一句妄语都没有说过，真实不欺的人才会有广长舌相。那么他好，那我就现广长舌相给你看，你看我说的话是真的啊。那么过去是这样子的啊，那像这种啊人物这种啊，我为了告诉你我说的话是真的，为了告诉你我说的话是真的，那么让你相信好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么就会发生什么变化啊？类似像这样，那这历史上有所谓的窦娥冤六月雪啊。那么，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，那么到六月天是大热的天，就会下大雪，那真的下大雪。那这类似像这样的，其实是他那一种誓愿，他那种功德力，就是他那种第一个他的心呢，第二个是他是真实的。那么有一些天神啊，听到或怎么样，那跟他相应了，那么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。但后来这个慢慢就变成啊，这个佛的心咒，那咒语有种种的功用啊，可以消灾免难的一大堆，有的没有的啊。其实后来就慢慢转化啊。那其实我们学习佛法有时候，我觉得佛教徒有时候不是不相信的问题，是迷信的问题啊，不是不信，是太过迷信了。那迷信跟佛法是不相应的，佛是觉悟。
其他的宗教是相信神，那么人跟神，那么神决定你的苦乐，神决定你的好坏，那么你对神的虔诚决定神要让你受苦还是受乐啊？那你可不可以得救是神决定的啊啊！但是佛法不是这样，佛法依靠的不是神力，那你像我们习惯，只是你把神换成佛而已啊，神力得救变成佛力超荐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但是佛法靠的不是佛力，靠的是法力。法力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，你口渴，佛跟你讲，你现在口渴，你现在口干舌燥，你需要补充水分，你去哪里拿一个干净的水，你就可以解除口渴的过患。它是一个方法，如是因如是果的方法。那么你听了佛的话，那么真的去那个地方找到那一杯水喝下去，真的解决了口渴的过患啊。那这个口渴可以当作是病啊、短命啊，种种原因啊，贫穷啊、卑贱啊、轮回啦啊，这种种都一样。这个是果，有因有缘，世间集吗？有因有缘，世间灭吗？整个佛法就讲这个而已啊，讲因果、因缘果报吗？有肉的因缘果报到无肉的因缘果报啊，那是它是怎么形成的？世间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？你要让它持续，你要保持它的因缘相续，你要让它消失，你要断它的相续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说的佛力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佛跟我们讲了，我们照着做了，做对了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佛说的那样。这从因讲叫做佛力，但是它其实是那个法，那个方法你知道了，你依教奉行了，这因为你相信佛，那么佛告诉了你方法，那么你信受奉行啊，那么你后来才得到佛说的作用，如是因如是果啊，告诉你啊，你这个眼睛不好，你要多吃枸杞啊，举个例，我只是举例啊，你真的吃了眼睛变好了啊，你缺乏维他命 C， 你要去多晒一点太阳啊，那么他告诉你方法，那你照着做了啊。当有我们说嘛，这个有一点像是啊，那你生病了，那怎么好的？我看医生好的，你看医生怎么可能好呢？看了医生，医生告诉你这个是什么病，你吃药，吃了药好的，那我们方便说我看医生好的，但是你真的只是去看医生，不可能好啊。好，那我们讲佛力超荐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直接佛的力量就让你解脱，让你离苦了。而是你听了佛说的话，那么你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那么实这么照他所修学说的这个次第，你知道过患在哪里，原因在哪里，方法是什么，次第是什么，你依着做了，你真的得到佛说的离苦得乐的作用啊，我们叫做功德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佛教徒迷信啊，比那些不相信佛的还糟糕啊。那么有时候你太迷信了，你不做还没有那么大的过患，你做了之后背道而驰啊，那么徒劳无功还没关系，浪费时间，浪费体力，浪费生命而已。你背道而驰，你不仅浪费生命，你还折磨你未来的生命，折磨现在的生命，还折磨你未来的生命，增长愚痴，没有增长智慧就算了，你还增长愚痴；没有增长正见就好了，你还增长邪见。你给未来做下了很多障道的因缘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那所以，我们其实有时候有时候宗教迷信啊，愚痴的人喜欢迷信啊，这迷信迷起来哈，迷起来啊，真的是六亲不认啊。那么就是是非不分啊，那善恶不分，那这样其实是，其实就是说，你很容易因为迷信而比那一些不信的人，比那一些不信的人更加糟糕。那么这个在禅宗里面，他基本上就体会到这一点了，宁可千生不悟，不可一日琢磨，因为你一旦
迷信啊，走火，我们叫做走火入魔，你可能用几百年、几千年的时间都回不来啊，因为那个坑很深了、啊，坑很深，你力量上不来啊。那么这个是要很注意的。所以佛法第一个是要正信，正信佛教；第二个要正见，啊、正见佛法之后啊，之后啊才正精进啊。那么基本上是这样。好。那这个是啊，讲到啊，我们就要讲到成地啊，地十义啊。那所以他说啊，那么如忏提比丘为迦梨王啊，就是割利王，结其手足耳鼻，心坚不动，就是不起嗔恨了啊。那这个其实也不容易。那么历史上《阿含经》里面有一个例子啊，那么讲到类似像这样子。实际上的，但不是啊，他最后被割啊，被杀，就是富罗那。富罗那出家正果之后，那么他要回故乡啊，那么苏卢那国弘法啊，这个我们也说过。那佛陀知道苏卢那国的人脾气有一点不好，个性有一点刚烈啊，那么这个行为有一点过当。所以就跟富罗那说，你要去苏卢那国弘法是吗？他说是的，我要去苏卢那国。他说苏卢，但是我听说苏卢那国的人个性有一点点刚强，脾气有一点点暴躁，那么就行为有一点乖张啊，那么。心情不好啊，听得不满意了，气起来会骂人啊。那么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知道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骂我不要打我就好啊，骂又不会怎么样啊。佛陀说，但是他骂起来你还不走，你还跟他们弘法，他可能会打你。他说打我也没关系，不要把我打重伤就好。他说但是他打你呢，你还弘法，他可能会把你打重伤。他说打重伤也没关系啊，不要把我打死就好。他说有可能把你打死呢，打死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人他不打以后我也是会死啊。那这个无常的身体本来就在受苦，那么他把我打死了啊，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嘛，对他来讲是没有关系的啊，他不过早一点入无余涅槃而已啊。但是他刚好啊，让我解决了啊这个无常啊，那么受苦的这个报身啊，所以啊，这一点我是不会啊，因为这样啊而担忧的。佛陀说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去了，啊，那类似像这样，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心，啊，那么他在真的遇到的时候，其实他就会这样的想，他会这样的做。那你说富罗那如果去了，啊，那么有没有可能真的一开始人家会骂他打他呢？啊，会，应该会，啊，但是也要看他的能力了。那但是经典说，后来富罗那在那边。”啊，见了五百伽蓝啊，我们说过五百就是很多的意思，八百就是非常多的意思啊。然后见了非常多的伽蓝啊，然后度了很多的众生。那富罗那是说法第一的啊，说法第一的，就是能说善道。孔子里面也有一个能说善道的，谁啊？宅云，就是佛陀在上课，他在睡觉的那个宅云。宅语是孔子啊，那佛陀有十大弟子，他也有十大弟子啊。宅语是就是能说善道，可以说是论义第一的啊，论义第一的啊。所以孔子才会说啊，以前我听这个人讲的话，我就相信他。但是自从宅语之后啊，听他不能只是听他讲，还要看他怎么做。为什么？宅语能说善道。啊，讲的话都很漂亮，那你竟然在上课的时候睡觉，哈哈，所以死则听其，就是后来讲听其言观其行，就是因为宅语。他说孔子说，
我因为杂语改变了对人的看法，以前他这样讲我就这样信，后来不是这样讲，我还要看他怎么做我才相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杂语？因为杂语能说善道，论理、啊、可以类似像我们的论理说法第一啦、啊、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富罗呢也是、啊、说法第一，就是你我们现在修行有一种状态、啊、就是我们知道的跟我们能做到的有一点差距，我们想做的跟实际我们在做的也有一点差距、啊、有人说师父不是一点，是很大的差距、啊、没有关系、啊、那其实修行就是缩小这种差距，它就是渐渐缩小而已。那么缩小要从你内心跟烦恼的距离跟清净的距离先缩小啊，真的真的就是要从这里，就是你想做到的，所以这里就告诉你们你要怎么做，一点一滴的做，渐渐缩小我们想做的跟我们能做的有一点距离，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也有一点距离，就是我们想的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基本上不会完全一样，不会完全一样哦。但是你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修，常常这样说，久了久了你就会常常这样做。但要看你啦，因为你常常其实说的时候是提醒别人也提醒自己，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，你就是一直在告诉别人在提醒别人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在告诉你自己，那这样你就会距离越来越大啊，就是名不符实嘛啊。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惭愧心，你知道你讲多了你不好意思，你基本上自己就会去做到，自己会渐渐去做到。那你想做的跟你实际在做的啊，那么你有做的跟你说的，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渐渐把那个距离缩小啊。那理想，我们说理想一般人说的嘛，理想都很丰满嘛，那现实是很骨感嘛，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你修行其实也是每个人都有理想，有理想的环境啊，有理想的做法，但是事实上没有办法都完全照你的理想，但是你渐渐让它圆满啊，你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圆满啊。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修行要过的一个关啊。所以你如果很非常的理想，但是对现实又非常的不满，理想很圆满嘛，那现实很不满嘛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这样就一直处在烦恼之中，你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啊，你只会感叹啊。所以后来就很多人修到最后啊，会退心不太修了啊，会退转啊，不太做了，是因为他一直不能达到目标啊，或是他一直不能改变现状，用了很多方法要改变自己，要改变别人，要改变世界，要改变佛教啊，那最后什么没有？别人佛教没有变得更好，社会没有变得更好，国家没有变得更好，连自己也变得烦躁啊，越来越没力量，那个是错的。你先有这个理想，菩提愿就是一种理想，要成佛的理想，成佛是要度众生的理想，那么你先有这种理想，立定一个志愿，那么朝这个目标一点一滴的做，那么你先不要看到，先不要要这个世界来配合你，你慢慢去适应这个世界，不要环境来成就你，你从这个环境里面慢慢去熟悉，那么能够适应这个环境，那么在环境中，在这个环境中你越来越坚强，那么渐渐这个环境虽然不能如你最初的愿，但是渐渐会变成啊，它不会障碍你，而且它还帮助你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修行，才不会一直在痛苦里面啊，要不然不管你到哪里，在五浊恶世，不管你到哪里啊，你遇见的不会都是阿罗汉啊。如果你是凡夫，就算你遇见阿罗汉，你都会起烦恼；如果你是阿罗汉，你遇见满街的凡夫，你都不起烦恼。
那我们当然不是阿罗汉啊，我们是凡夫啊。但是你要跟阿罗汉学啊，啊，所以你要渐渐阿罗汉也不是阿罗汉，也不是证了阿罗汉他才会修行的，而是他是有修行他才证阿罗汉的。他一开始也有烦恼，开始觉察烦恼。阿含经讲的嘛，啊，你先跟尘世合而生处，处具身受想思。那么你先观察，有贪之有贪，有嗔，先觉察这个世间是怎么样，我是怎么样，烦恼是怎么样，我在这个世间升起怎么样的烦恼，那现在是怎么样，那我应当要怎么样？那你好好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哦。我现在是什么状态？就是现在是发生什么状什么现象？那我的心面对这种状态，我又是什么状态？那么我依佛法，依佛法，我要知道些什么？那么我要怎么？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？啊，未患理嘛，有烦恼的时候就未患理，思维烦恼的过患，啊，那么那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远离这种烦恼？比如说起嗔心、起嫉妒心，啊，那么我应该怎么做？那么你想怎么做，也不是就有因缘条件让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你心里面先存有这样的心，那么在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就会把握，因为你念之在之，你就是想这么做。所以在没有因缘的时候，你会不断的创造因缘；在有因缘的时候，你会很快的把握住因缘。真的，你要好好想这些，其实这些都是关键，修行的关键。那么你讲的，你讲的啊，这个无量无边很多，其实做不到都没有用。讲得非常殊胜，非常圆满啊，讲到天女散花啊，那个都没有用。就是你实际上要从现前的境界里面认清这个事实，然后认清你内心有些什么烦恼，然后要很明白、清楚、明白这个烦恼从哪里来，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它。那你已经用方法了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除它？它的关键在哪里？你遗落了什么关键？那么假设你已经都做了，但是它还没去除，那表示这个障没有那么快去除。失惑不能间断，见惑可以顿断，失惑不行，要渐渐啊，就是说它太障了，它不是你水一冲它就不见了，没有啊，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努力，所以要精进啊。其实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观念。修行很长远啊，那么大概我们这一生都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。但是你只要走对了，过一天你就进一里，过一天你就进一里啊，真的，你就增长一天的功德，增长一天的力量，增长一天的深刻，法是越来越深刻。啊，像那个水滴石一样，啊，那么渐渐时间到了，也能够把石头滴穿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那这个讲到忍辱，好，那么心坚不动，好，那忍辱基本上是不跟众生结恶缘，消你过去的恶缘啊，因为你会遇到这种比较强烈不好的境界，基本上一切都是缘起的。有因有缘才会有发生啊，那么也许是小的因缘引发，慢慢引发的，也许是本来业缘啊，那么就引发的哈，那么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忍过去，那么才能够消你这种恶缘，那么不会让你去造作恶业。那这个比较难，忍辱比持戒苦恨多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持戒是你自己欢喜，我要不杀生，要不偷盗，要做多久，你自己选的，我要持哪一条戒啊，我要做到什么程度，你自己选的。布施也是啊，我有多少钱啊，量力而我要布施给谁，不给花一干完呢啊。但是忍辱就不是，忍辱是强迫来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来给你啊一个很不好的境界。那个布施持戒是你在你个人意愿的情况下，你欢喜做什么欢喜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。那忍辱不是，忍辱是你不喜欢偏偏强加在你身上的，这个时候你做得到，你能够消除那个烦恼，那个就是厉害。所以忍辱为持戒苦恨所不能及。那么特别菩萨道一定要忍辱，特别在五浊恶世一定要忍辱。
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本身里面，在般若经中，在大圣经典里面特别多用啊所谓的忍辱啊。释迦佛的特点其实是忍辱跟精进，因为在五浊恶世，你不忍辱，你不忍辱，你很容易造恶业；你不精进，你很容易退转啊。在五浊恶世啊啊，那所以忍辱跟精进基本上是在五浊恶世要修行的重点。那布施跟忍辱是菩萨道有别于声闻道的重点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他讲到啊，这个忍辱波罗蜜啊，那我们说，其实我们先不要讲到像歌利王这样啊，忍辱仙人这样，我们先修就是世间人啊，那么对我们的毁谤，对我们的轻蔑，对我们的轻慢啊，那么实际上就是态度跟言语上的这样的伤害啊，那还没有在伤害我们的身体啊，就是单单只是他的态度对我们不好，他看不起我们啊，那么我有时候我们自尊心强得很容易，那么受不了别人看不起你啊，那么别人看不起我们，不尊重我们，那么把我们当空气。那么我发现这一点让人很难忍耐啊，那但是你要从这个先修啊，那你要是能够啊，那么专注在你，就是说别人怎么对待你，别人怎么对待你，那是他心态的问题。但是你面对这种境界，你怎么回应，那是你的心态的问题。那么即使是佛，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，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尊重他啊，那所以我们啊，我发现到我们很难修的，有时候是我们面对别人的轻慢或是不尊重的时候，或是差别待遇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过不去。那这个时候你要能够修啊，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在羞辱你，没有，但是你隐隐感觉到，你就隐隐作痛。那么我发现到这个，你如果过不去，你就很难修行，因为一个再怎么好的人，也没有办法避免有不喜欢他的人啊。那所以啊，那你先要把你的心抽离掉这一些枝枝末末啊，很细节的东西，因为你的心只要被绑在那里，陷在那里，你就很，它会耗损你很多的心力，很多的时间，你在想这一件事，而且出不来，因为那个境界不会改变啊，那你会一直怨恨这个人凭什么这样对你，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啊？那你只要时间久了，你整个人会被这个境界绑架，就是你会陷在这个里面出不来，会耗损你很多的时间跟体力。你大部分的时间要用在怎么观察你的烦恼，而不只是啊，那么去营造别人怎么对你好，你不要去特别很在乎啊别人怎么看你啊，那而是你要去理解，那么我要怎么做，就是说别人尊不尊重你那是一回事，你有没有做到让别人尊重那还是一回事，那并不是你做到让别人尊重别人就一定会尊重你，因为啊不同的人啊，像佛陀那么做到圆满，对于想修行的人会很尊重，但是异教徒他肯定不尊重，那么也有尊重的，但一定也有不尊重的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要把，就是说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先不说忍辱，就是你要先做的就是，即使别人没有很明显的羞辱你，你都感觉到自己被羞辱，这件事要先解决啊，真的，我觉得修行它就是这样，你要很看清楚东西啊，因为有时候别人也没有有意要羞辱你，但是你就有意无意，就觉得别人在羞辱你，那你就过不去，那么你的心就陷在这里面啊，然后所以忍辱，那么你要好好的想，那何况是别人
啊，那么有心羞辱你，那你就更受不了了，你就会更受不了。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它当正事来办，因为你不修行那就算了，啊，那你真的要修行，那么你必得要了解这件事。你不求解脱那就算了，你真的要求解脱，那个就是让你不能解脱的戏服，啊，所以忍辱一定要做，但是要从哪里做呢？就是不要自觉的就觉得别人在羞辱你，啊，即使很明显的就别人在羞辱你，你也不要刻意往那边去想，啊，那举个例来讲，就是说你要很善巧的化解掉这个东西了，啊，那么比如说啊，这个人指责你，那根本就不是人，啊，那没关系，本来是菩萨就不是人，啊，那你说，就是你不要把很多东西，你很多东西你要把它化解掉，从你的内心化解掉。即使他明明指责你说，啊，这个卢正师啊，这个说得很好听，其实做得很糟糕啊。好，他说好，那你要讲，啊，他讲的卢正，那不知道是指哪一个，也不一定是指我，啊。他说就是指你啊。那么就算他说是指我，说的是指我，假设了，我们就是要举，假设他很明显的就是你啊。那你也要知道哦，那因为他不是真的认识我嘛，啊，他也会误会我啊，那误会人是很正常的嘛，啊，那也没关系，那他看不清楚我，他离我太远嘛，啊，他又看不清楚我，原谅他啊，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事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有时候很多的路都是自取其路，就是你把别人的话拿来羞辱自己，即使他是有心要羞辱你。即使他是有心要羞辱，他讲完就没有了，但是你又用他的话不断来羞辱你自己，让自己难过。他羞辱你是要让你难堪，但是他讲完就不见了，他也许就不放在心上了。但是完了之后，你一直把他羞辱你的话拿来让自己难过，那这个就是佛说的第二支箭嘛。那么你不必要这样，啊，那么他不懂，你比他还不懂，啊，那么他羞辱你只羞辱一次，那么你借由他的箭不断的羞辱自己几百次，何必呢？所以你要会想，你这样这一关你才过得去，要不然在这个世间上，哪个人前不说人，哪个背后无人说。那么你必须要了解这一点，就佛陀都有人回报，啊，那么当然我们你真的要修行这一关你如果过不了，你就过不了，你很难修行，因为你会充满着烦恼。你做得越好，我告诉你，讲的人越多，讲的话越难听，真的真的是这样。除非你都不做，但不做也有人讲，不做也有人讲，但是做得多，因为我们的智慧没有到那么面面俱到，所以一定多少会做错，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圆满。就算你尽量做圆满了，也不符合大家，符合顺了凶意，违了少意啊！这真的是这样啊！那么你不一定能够满大家的愿，所以你要看清楚，你一定要先，就是说修行很重点，就是不要把别人的烦恼拿来让自己痛苦。也不要让自己的烦恼来让别人痛苦。那么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常常放在心里面的话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圆满，就是没有办法做到，哎，我说的我都做得到。我说过嘛，就是你说到做到，这中间要慢慢缩小，渐渐改进。我要怎么做，那是一个目标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是这样想，但我现在没有办法烦恼无尽誓愿断啊。那么所以你需要一步一步的从觉察烦恼，控制烦恼，然后调伏烦恼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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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心，那么就一定有力，有心有力有愿，那么一定慢慢会做到，渐次，啊，失惑本来就这样嘛，啊，但是你了解了这个修行的原理，其实我觉得后面的修行都不那么困难，真的。走一步就一步，
走一步就进菩提一步。如果你不知，你越走越远，你越走越远，那么越远越看不到希望，你就会放弃，看不到结果，你会放弃啊，那么你就会退转。那么都是你那个目标，你那个愿力，你那个方向不对啊，修行的方向不对啊，你被人家讲了，被人家轻忽了啊，心里面很忧郁，回来赶快诵经，赶快念佛啊，一阵子好像觉得啊，这个佛听到你的话了，但是马上又听到另外一个人讲，你又更难过了啊，不是这样，这样没有办法治标不治本啊，那么你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。你在在意什么？你在执着什么？你在痛苦什么？它是从哪里出生的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你要慢慢理解，那一切都是缘起的，啊，那你不要在这个小事上，你在小事上一直琢磨，这些其实都是小事，啊，你在小事上一直琢磨，大事你就都不能办，啊，那这个要知道，那忍辱啊，忍辱基本上还是要忍辱，但是有时候。有时候别人也没有有心要说你，或者他就是有心要说你，也不那么明显。你不要自己去给他啊，就是我们说自取其辱啊，不要用别人的烦恼，那是他的烦恼，他看不清楚你，把你画得脸黑黑，你为什么要回来把自己的整个脸都涂黑？不需要嘛，啊，不需要，真的啊。那么所以。我觉得因为这个我发现到是多数人的问题啊，我以前也这样，就会觉得受到人家的漠视啊，或是那每一个人都问好，就是不跟你问好，那你心里面会很难过，他凭什么看不起我，他会这样，他人家看得起看不起你，那是他的事，你有没有看得起自己那是一回事，人家尊不尊重你那是一回事，你尊不尊重你自己，你尊不尊重别人那是一回事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分开。你不能说人家不尊重你我也不尊重他，人家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，不是，你跟他一样，你一定要跟他不一样，他看不起你你看得起他，他不尊重你你也尊重他啊，他不喜欢你，你没有不喜欢他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是你没有讨厌他，啊，那么基本上是这样。但是你菩萨的话就不是这样，你不喜欢我啊，文殊菩萨的十大愿就这样啊，你不喜欢我，那表示你跟我有缘，虽然是恶缘，恶缘也是缘，恶缘有缘，我就把你转成善缘，是这样子的，恶缘也是缘啊，缘就会接近啊，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恶缘转成善缘？啊，就像把大便转成肥料一样啊，那你看垃圾也可以发电啊，类似像这样，那么你要有这个能力，那这个就是你要修的，那但是这个是目标了，就是我们先要有这种概念。其实修行是很广泛的，但是非常的广泛，法门非常的多，离不开这个心，离不开这个心啊，心为一切法主导，你的心怎么想，正面的光明的精进的乐观的啊，慈悲智慧相应的，真的是七宝佛达从地涌出，哈哈，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心里面，从这个心涌现出来，那么你能够在种种的境界里面，从五浊恶世涌现出七宝佛塔，就是说你在这一切境界里面你随时保持的这种关照，所以你的慈悲跟智慧在一切境界里面不断的涌现，观看这个世界，啊，然后但是这个是老实说，没那么容易。但是你经过训练几次、几次、几次之后，你就会掌握到诀窍。你看待世间的，你看待世间的角度不一样了，你看待世人的层次不一样了。那么你自己的修行就不断的提高，别人尊不尊重你，别人看得到看不到你，那已经不是一回事了。因为你尊重一切的人，你看到一切人的佛性，啊，那就变成你就会变成般若经的两个菩萨，啊不是般若经，就是法华经里面的常不清菩萨。第一个，你会变成法华经里面的常不清菩萨；第二个，你会成为般若经的常体菩萨。常体菩萨是为法，
啊，那么为法就是求法，求法就是你会看到世间这个佛法是最殊胜的，你一定要在佛法中啊，要求得佛法。哪里有佛法，哪里有善知识啊？他谈无德菩萨在说法，他马上啊，就因为你悲伤的不是别人，别人看不到你，而是你见不到佛法，闻不到佛法。你真正的悲伤，你就是你的心一心在法了。你如果有可以让你悲伤的，那就是你听不到佛法。你的心变成这样子，它已经是不同层次哦。啊，那所有的众生看，所有的众生轻慢你没有关系，你尊重一切众生，你不是尊重他轻慢你，是尊重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。他现在看不清楚你，那是因为他的眼睛被邪见、被无明遮盖。哪一天他眼睛好了，他就不更加的尊重你。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，不求即求于死。所以你好好想这些事情，你一定要自己告诉自己，然后慢慢，你会一步一步很稳定的往前走。那么你不管大智度论读了几百卷，大智度论我告诉你，大智度论一百卷我们可能讲不完，但没关系，它就算只是一千卷，讲的道理也都还是这样，只是从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文句，其实讲的是同样的道理。真的，你慢慢你就会发现到世间一切都是缘起，所以你可以从一切法里面看到缘起，你可以从不同的文句里面，这是不同的文句啊。第一，我们这个大智度论现在讲到第四卷而已啊，那其实它都是在引发、启发你的智慧，那么引发就是启发你观照的智慧，来怎么看待这个世间，来怎么看待你的修行。那么你在慢慢在这个世间怎么样修行，越来越前进，越来越前进。每一个故事、每一章、每一节，其实是这不同的角度。就好像佛陀跟不同的法师讲啊，跟不同的弟子讲，有时候从五蕴观，有时候从六处观，有时候从缘起观啊。那五蕴有时候观色，有时候观受，有时候观事，有时候观如病、如庸、如赤、如沙，有时候观如梦幻泡影入电。啊，有时候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这不一定，但是它都是怎么样？它都是一个方法、一个角度。那么，即使大智度论这么多，我们也不一定要读完，啊，我们读不完的。大智度论再怎么多，也读得完。我们读不完的是所有的境界，但是一切的境界，其实你那个理掌握了，它就是一个境界而已。真的，你慢慢了解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那么毗梨也波罗蜜，毗梨也是什么？精进啊。前面忍辱讲过了，那忍辱我们说过一定要注意啊。那么你自己先不要自取其辱，不管别人有没有真的啊，那个辱骂你啊，羞辱你，你先不要自取其辱啊。佛陀人家骂他，骂完了他只是很平淡的跟他讲，你骂完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送东西给别人，别人用不到怎么办？啊，我拿回来喽。好，你刚才送我那么多东西，我都用不到，你自己收回去。啊，他是很平静的看待这件事情。啊，就听他讲，听他讲，讲完了，只是很平静的跟他讲，你送了我那么多东西，我都用不到。啊，那你自己收回去。啊，很平静的，他也不是要羞辱那个人，没有，他只是告诉他事实，你所说的这一些东西对我都没有用。啊，那其实因为境界不一样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忍辱的时候，哦，其实忍辱是我们这个世间很重要，娑婆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。好，那现在讲精进啊，精进也是啊，精进跟忍辱基本上是这个娑婆世界释迦佛的修行特点，基本上就是精进跟忍辱。真的在娑婆世界啊，精进跟忍辱。好，我们往底下看，他说：“毗梨也，波罗蜜，云何满？”毗梨也就是精进。若有大心，啊，大心菩萨啊，就是要成佛的菩萨，勤力如大师菩萨，为一切故，以此一生四书大海，令其干净，啊，让大海水都干了啊，到没有一滴水啊，就干净。那么定心不懈啊，就
决定心，那么他从不放逸的啊，不懈怠的要让大水都干。那这个故事啊，我们看那个注解86，他说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卷12有详细的说明。好，那么他把这个故事写了很多啊。那么这个在334页，我们看一下，刚好在这个第一册刚好到12卷啊，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对照啊，334页。好，334页这里有一个布施身精进波罗蜜啊，他有布施，但是因为要布施圆满的布施，所以他要精进啊，身精进波罗蜜啊。那么很多啊，从这个334页布施身精进波罗蜜开始，一直到啊到最后面啊，那么337页啊，那么。第五布施身产波罗蜜前面四维菩萨身精进波罗蜜啊，写的非常多，这整个故事有详细的解说。好，那我们再翻回来，但是我们大概说就好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再来说，他说大师菩萨啊，那卷十二师姐能师太子，他就是一个国王的太子，那么他看到百姓、哦、都很贫穷，他心里面升起了悲悯心，那么想要救济所有的百姓，贫穷的百姓，可是没有那么多钱啊，救济不了，所以他很伤心，伤心的大哭啊，因为想要帮助人，但是帮助全国的百姓，但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帮助啊，所以他很悲伤。后来听说啊，这个大海里面啊，海龙王上面有一颗如意珠，如意珠就是啊，你需要什么，它就会变出什么，啊，会让你如意的一个宝珠啦，啊，你想要什么啊，你透过那个如意珠就会得到什么。那么他就想要去得到这颗如意珠啊，因为这个如意珠在龙王的上面，那龙王在深海底下，那个海水那么多，他单单要进到龙宫都进不去啊，所以啊，他就要把这些海水都弄尽用干哈、啊，那么找到龙王，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如意珠拿来，那么他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啊，所以就是是以此一生为一切，就是为一切众生，为一切百姓啊啊，那个太子为一切百姓，那么用他这一生四书大海，书就是取出，把海水从海里面取出来啊，叫做书，然后把要。发誓要把海水的水都取出来，令其干净啊，都全部浸干了、啊，都让它全部都没有。那他要得到那个如意珠啊，那因为他这个心就开始啊，不断做，不断做啊。这后面他讲很多啊，那么大概讲。那么后来天人受到他的诚心感动啊，就要帮助他。那龙王知道了，很害怕啊，就自己把龙珠送过来了啊，你不用去找我了啊，我自己送来给你了。那这种故事在中国也有很多啊，愚公移山也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啊。那么精卫啊，那么这个填海啊，也是这样的故事啊。那么都会，那确实有没有天人感动这件事帮助你呢？确实是有啊。那么，但是我们说这个基本上你做了，那么很多人受你感动，那么会响应你。世间上也有这种事啊，会响应你。比如说像慈济啊，那证严法师也感动很多人，响应他啊，那么做这种事业啊。那么天人其实也会啊，但是就是大家各自努力啊，那么来慢慢成就一件事情。那么但是你是那个主要的，那么如果单单靠他一个人，当然没办法。啊，那我们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你开始会影响很多人，那么一起来做这件事啊，那这个也是有的。好，那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大师菩萨，其实就是大师太子或是能师太子啊，他后面是讲因为他要布施圆满，所以他必须要精进啊，布施身精进啊，那这里是在讲精进。那另外一个亦如赞福沙佛
啊，这个是很有名的啊，就前面有讲过，七日七夜翘一脚，目不眩啊，那这个眼睛都不眨动一下啊，那么这个啊，翘一只脚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这个赞菩萨佛，这个赞。赞佛偈就是我们常常念的：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啊。那么是这样的，就赞叹。那为什么一定要翘一脚呢？啊，那么就表示他的精进，那他的尊敬吧啊。那因为更不容易了啊，只显示他更不容易啊。那所以这个是讲精进的。那精进，我发现。精进其实也不容易啊，那有时候讲精进，有时候讲不放逸。那精进有时候就是不放逸，有时候精进不是不放逸啊。那论点里面也有稍微做解释啊。那有时候精进是不起烦恼，预防不起烦恼啊，那个是精进。那么有了烦恼，你不随着烦恼，能够调伏烦恼，那个是不放逸啊。那么就是它有不同的很多种解释了 啊，但是有时候会精进就是不放逸啊。那有时候精进跟不放逸又有分，那一般我们讲四种精进嘛啊，以身恶令不生，为身以身恶令速断，为身恶令增长，以身上令增长，为身上令速生啊。那么以身上令增长啊，那个是精进，为身上。啊，令速生啊，那个是不放逸啊，类似像这样啊啊，或者说以身恶令不生啊，那个是精进啊，以身恶令速断啊，那个是精进，为身恶令不生啊，那不放逸啊，那么就是有不同的说法了啊。那但是这里就是我们说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说，我后来自己发现了，其实精进。是有，但我们很难一直精进啊。那你精进不当的话，有时候会疲累。你会努力，但是通常都努力不久，所以通常就是进三退二，或是进二退三啊。通常都是一直在这边反反复复了啊。即使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觉得啊，那么我们有时候要努力的，就是说有时候必须透过环境强制的规定自己，要不然你很容易放逸。真的，你不太容易一直精进，因为你会累，会想休息。所以精进势力，成佛之道，精进势力有一个叫做休息力，啊，有时候要适当的休息，啊，那还有一种就是说，我们很习惯过安逸的生活，那安逸就会让我们放逸，有时候会这样。那但是你时常要策立自己啦，那而且要有时候要找一些事给自己做。要不然你能不做就尽量不做，能不动就尽量不动，啊，会这样啊。那再看个人了，有些人不会啊，但是有些人啊，就是说我们的习惯性就是比较好逸恶劳，我们叫做好逸恶劳，就是比较能够安逸，能够休息就休息。那你能够少做就少做，变成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，就是透过一些事情，让自己，就是要给自己第一个要给自己一个愿望啊，我要往这边走，我要做满这个东西。那你就会努力，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嘛。第二个，你要常常告诉自己啊，那么我必须要这样，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啊，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，要不然你能够人是这样的嘛？尤其在累的时候，而且在事情多的时候，你有时候能够不做就尽量不做，但是修行应该是能够做就尽量做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那么这样才有办法，就是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你才能够得到比别人不一样、跟别人不一样的结果。啊，那但是这一部分，因为我们的心力通常都是我们说好逸恶劳、贪图安逸的嘛，啊，那本来修行是要刻苦的，修行是要精进的，后来久了久了就变成贪图安逸，我只要好好的过日子就好，啊，我只要幸福的过日子就好，就会变成这样，啊，那所以环境越好，有时候你越不能用功。啊，因为激不起你那个，你激发不起来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境界不好的境界、不好的人事物，反而会提醒你，
反而会让你有那一种要精进，自己要精进，不能像他这样，不能继续这样，反正就是环境太好，你就会你就会渐渐丧失那种志愿斗志啊。所以孟子讲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啊，就会有这样的。那其实这个是你的精进心，就是没有一直提起来。那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会反省，我发现这个还挺不容易的啊，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啊。所以但是你能做就要尽量做啊，等到你不能做，你想做都不行了，能修就尽量修，能用功尽量用功啊。那既是这样的，好，那这个是讲到精进。那精进它简单讲啊，也简单讲啊，举了两个例子啊，大师太子啊，这个在十二卷啊，他会讲得很详细。那菩萨佛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。好，第五个禅波罗蜜，禅是禅定啊。那我们说前面有讲过啊，你要精进，你必须要想，我若不做，不从他的啊，就是我若不做就不得啊，不得果报。我若不做不得果报，我若做者。必不失，我若不自作，不从他的，所以你才会精进啊！你一直等待啊，就你没有做就是没有，你也不可能佛赐给你，也不会天上掉下来啊，不会。所以一定要你做才有啊。那么你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想，你就会精进。那么精进，而且你一定要，我们说有一种精进我们会忽略，就是要思维啊，就是。我们说听了佛法之后，读一进处专精思维，专心精进的想，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忽略，因为我们都是知道了就不去想了，结果你不是真知道，你知道的不深刻。所以你听闻的佛法要常常想，常常想，叫做专精思维。你首先要如理思维，然后要专精思维，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精进，叫做烁烁思维。那举个例来讲，法藏比丘就好了法藏比丘看到四处在玩火之后，发心之后，他想知道成佛要怎么修行。成佛要怎么修行？如果大智论就跟你讲，修六度波罗蜜，举这些佛的例子跟你讲啊，举以前的这些菩萨的例子啊，释迦佛过去身行菩萨道，谁做什么做什么，它是一个境界。你现在把这种境界换成一个画面，换成动画，把这些文字换成动画，那么显现在天上，就变成。法藏比丘看到的事实上，我给他看啊，这个国土的佛怎么修行，这个国土的佛怎么修行，他只是换成释迦佛过去生怎么修行，过去生哪一生怎么修行，那显现出变成不同的国土啊。那么就是法藏比丘事实上，我给法藏比丘看看210亿的国土。那如果我们从大智论讲，就是这个龙树菩萨举了21种例子来告诉你这个怎么成佛的。那不同的佛是怎么度化众生的？是用什么国土来度化众生？他是怎么修行的？你把文字转换成画面就可以了，一样道理是一样的。法藏比丘看完了之后，用了5劫的思维。你看那个时候的寿命是42劫哦，42劫用5劫，你看用了多少时间来思维？1/8的时间啊，你看。42劫的寿命，他用了5劫思维，你看他怎么专精思维？他怎么去专精思维？比如说佛跟你讲无应无我，那么你怎么样去观无应无我？50年用了8年的时间啊，40年用了8年的时间。如果一个人有80岁，他用了16年的时间来观这个，他来知道，他来研究，那到底是？诸佛都是怎么成佛的，然后再用无量劫去修行。很多人讲无量寿经没有讲到这一点。佛法就是听闻正法，即使不管你是看的听的都一样，你知道了之后你要专精思维，读一进处专精思维，这《阿含经》都是这样讲的然后不放逸处，就是知道了，想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知道次第，知道方法，知道原理，知道宗旨了，然后怎么样？法随法行，然后依着去实践，不断的实践，实践的时间更长，但是你前面要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修行的，
知道了之后，你要用无量劫去修行。你看，这法藏比丘遇见释迦牟尼是这样修行的，后来成为阿弥陀佛。我们后来断章取义，那么就是变成啊，法藏比丘是这样修行的，后来成了阿弥陀佛，有无量的功德。所以你现在只要念佛，佛就把功德给你。没有，佛法没有这样讲，他举一个例子，叫你跟着他这样修，他给你一个典范。那像释迦佛讲的这个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也是要你跟着修。他不会最后跟你讲啊，你看人家释迦佛修到这样，所以他有无量的功德，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念释迦佛，那么到释迦佛的国土，释迦佛就会把功德给你，让你也跟他一样。不可能这样。可是我们现在都变成是这样，不对啊，真的不对啊。那么你看他举了这么多例子，无非就是你要跟他学习，念佛、学佛、如说修行。好，那么这个你一定要知道，念佛、学佛要如说修行，如佛所说的这样去修行，那么才是我们念佛的本意。诵经明理，尽智身心啊，这也是我以前常常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念佛诵经的一个啊。念佛就是要学佛，那怎么学呢？他会跟你讲佛他以前是怎么修的，他还是跟我们一样凡夫的时候他是怎么修的，他会跟你讲啊。现在讲的就是这一些啊，念佛要学佛啊，要如说修行，如佛所说的给你演示的啊，像法藏这个释迦牟尼给法藏比丘看，看跟听是一样的，他就是闻。那么听了之后，看了之后，你要了解他的修行次第，他的修行宗旨，他的修行方法啊，你要了解。那么如说修行，那么了解了之后啊，你要如佛所说的，如佛所演示的，如佛所修行的去修。那么你或者啊，你诵经就是告诉，用文字语言告诉你那个修行的宗旨、修行的道理。诵经明理，你要明白他修行的道理、宗旨、方法、次第啊。那么这样修的利益在哪里啊？那么他不离开就是什么样？尽智身心，一定是这样啊。那你如果说念佛，佛就加持我们；诵经，经就有功德。那念完佛，诵完经啊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然后你就有功德。你只诵经只念佛，你不学佛不明理，你不修行不清净身心，那你就念佛诵经，然后就有功德，然后就可以回向啊，然后普皆成佛，皆大欢喜，天下太平。不可能是这样子，这不符合因果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，就是说我常常就是要提醒啊，这提醒很多学佛的人，好不容易得人生，好不容易听闻到佛法，结果啊，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那么是很可惜的，是很可怜的，是很可悲的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那现在讲到禅波罗蜜，禅定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啊，现在是禅定。这个禅是禅定，跟禅宗的禅不一样啊。那么他说，如一切外道禅定中得自在啊，那必须要有禅定，因为定最重要的是要引发无漏慧。定就是专注，专心一意。那么你没有专心一意，因为我们的心散乱了啊，就是智慧是让你的心不会被无明所蒙蔽，不会被邪见所影响啊，那你要有智慧。那么你的智慧，真正的无漏慧，必须要有定，你的心专注，才能升起无漏慧。从有修行是从有漏慧到无漏慧，慧智慧是一切修行的根本。那么性为人路，智为人度，没有智慧你就是外道。那么有智慧，你要有无漏慧，你才是圣者，没有你就是凡夫。啊，那所以那智慧是缘起的智慧，缘起无我的智慧，缘起因果的智慧。那么这个叫做法住智。那么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，那
这个无漏会有漏会到无漏会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定，就是定。那么这个定从最初的就是会解脱，没有根本定，也要有味道地定，或叫做电光定啊。电光定是刹那的，味道地定是啊，它是在还是欲界定啊，所以是不太一样。但是至少要有这样的定啊，那有时候叫做久住心啊。那么味道地定在久住心里面啊，就有比如说最后的啊等持啊，它可能是味道地定啊，那。这个你至少心要专注啊！你看那个儒家的中庸十六字心法，人心为纬，道心为纬，为精为一，一样要有定，允直觉中有慧啊，一样的道理哦啊！所以你没有定，你是其实很难成就的，所以一定要有定啊！那后来的大乘佛法有错误，就会变成说菩萨道。啊，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，这个于伽师这个人已经出来澄清了。你这样讲是违反菩萨戒。菩萨不是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，菩萨也不是不求解脱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法有两个错误，一个就是不得解脱啊，身在末法啊，那么虽有修行，不得解脱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会觉得。你懂了那么多方法也不能解脱啊！你研究了那么多条道路根本就过不去，研究那么多道路做什么？怎么去？怎么走？要走多久？到最后都去不了，那有什么用？那就不要研究了。那研究也只是纯研究，没有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因为我们受到末法思想的影响，我们就是从明清以后有一个末法思想的影响。告诉我们末法一一人修行汉一得道，我一念佛得度生死，你要不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是六道轮回，而且一定在三恶道啊。那么你这一生是很难得解脱了，因为末法时期啊，那么障碍多，智慧浅，福报薄啊，所以不是不能得解脱的，虽有修行不得解脱，就是末法时代虽有修行不得解脱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第二个错误更糟糕，行菩萨道为度众生，不求解脱。好，那这个也是错误。为什么？不是于伽师已经讲过了，不是不求解脱，是不单求自己的解脱。正无生法忍的菩萨，类似像阿罗汉，已经把烦恼断尽了，他肯定可以得解脱。正出果就肯定可以得，他只是不入无余涅槃，他利益众生，为了利益众生，他不入涅槃，不入无余涅槃，他不断的在利益众生，一直到成佛，他不是不求解脱。所以于伽师利润当时就有这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他就说，如果你说菩萨道不求解脱，那是违反菩萨道，那是违反菩萨戒，不可以这样说。菩萨求解脱的心。比声闻求解脱的心胜过几万倍，啊，他因为他要能得解脱，他才能够利益众生，所以并不是菩萨为众生故啊不求解脱，不对，菩萨为众生故要更快的得解脱，他才能明确的告诉众生要怎么修行，是你这样做是对是不对，啊，所以这两个观念其实我后来发现。佛教界被这两个观念限制住、绑住了，这两条绳索绑住了。一个是这个现在现世末法啊，那么虽精进有修行，虽有修行不得解脱啊。一个是行菩萨道为众生故，不求解脱。那么弄得菩萨比凡人还比世俗还世俗，变成是菩萨道变成是。人间佛教变成是庸俗的佛教，平庸的佛教，比世俗的人还世俗，那么这个是不对的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审视我们现在的佛法，那么要真的要掌握正确的佛法，你才好修行啊。但我自己这样想啊，就是说这两个问题，两条绳索绑着我们，要修行又不得解脱。
啊，那要成佛又不求解脱啊，那解脱是什么？解脱就是去除贪嗔痴啊，所以你就是怎么样？你就是不去除贪嗔痴，你就是在五欲里面，那么菩萨就变成是啊，贪嗔痴比凡夫都还重。哎，他本来就凡夫，他也不求解脱，他本来就凡夫，而且比凡夫还凡夫啊，比世俗还世俗啊。那这样子也是错误的。那你应该要先让自己清净，那么影响别人也清净。像维摩诘，虽有妻子，常修犯恨啊。那么虽也做生意，但不着这个钱财。那么在婆罗门中尊，在刹帝利刹，你站在哪里，别人都尊敬你，你可以影响一切的人修行，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烦恼，你就可以摄受。你没有贪心，你可以摄受那些贪心的人；你持戒，你可以摄受那一些不持戒的人；你布施，可以摄受那一些悭贪的人。啊，你忍辱可以摄受那一些暴躁的人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到？你怎么指导别人怎么做？没办法啊。所以基本上菩萨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，就是我们要审视我们学习的佛法啊，到底正不正确。那我们说有两个观念我们现在要改，一个就是现世末法啊，虽有修行不得解脱啊，现在你怎么修都没办法，唯一你真的要离苦得乐，只有到极乐世界去，或到药师佛国去，这样是不对的。第二个是行菩萨道啊，我要成佛的，我那些小圣阿罗汉啊，那我才不修的，我要成佛。哎，有一尊佛是像你这样的，你回来看看佛过去生是怎么修行啊，菩萨道里面都怎么修行？有不断烦恼的吗？有不求解脱的吗？有不忍辱的吗？啊，有贪着无欲的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啊，那所以有不精进的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，你不要说，哦，我行菩萨道为度众生不求解脱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被这两个观念害死，所以也就不会去禁制我们的身心，不会去解脱在我们身上的束缚啊，这样是错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往底下看啊，就讲到这个，就忽然想到了啊，就我就觉得，因为我常常在想这些问题啊，这佛教界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？然后是说我们修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那经典都是怎么讲？那我们都是怎么想啊？那我们一般人都怎么做？那我们又怎么做？那到底是要怎么修？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些问题啊。那因为你不修你就算了，你要随波逐流就算了。如果你真的要跟佛学习，你要弄清楚啊。好，那说那禅波罗蜜禅定啊，那有时候就是说不修禅定，不是啊，要修啊。你没有禅定，你没有智慧啊，至少你都要有专注心啊，啊，就久住心嘛。那么如一切外道禅定中得自在，那么他说像外道在禅定，外道有很多修禅定的啊，那么苦行的也有禅定啊，那么这个又如上舍离仙人，这个上舍离仙人坐禅时无出入席，没有出入席，基本上是四禅的境界啊，因为初禅言语止息，二禅巡视止息，就没有止观觉观止息，三禅就喜心止息啊，喜乐的心啊，那么三禅喜心没有了啊，只有乐，四禅就出入息都止息，所以没有出入息基本上在四禅了 啊那这个鸟在罗技中，罗技就是他的法，因为他长期没有离法啊，那么他们是卷法的啊，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鸟以为那是一棵树或怎么样，就在上面筑巢了啊，不动不摇啊。那么有说到这个菩萨后来从定中出来的时候，因为鸟在上面生蛋嘛，蛋还没孵出来，如果它一动，这个鸟害怕，它就不来孵蛋了，不来孵蛋，这个鸟就会死掉了，鸟子就会死掉，所以它就都不动啊。那么就在禅定里面，那不动不摇，鸟乃至鸟子飞去啊，一直到鸟孵完蛋飞走啊，就是它有那个禅定啊。那我看过禅定功夫最好的禅宗里面有一些禅定功夫都非常好，
禅定功夫最好的大概我看来看去就是我知道的了，当然很多人功夫都好，像智者大师功夫也很好啊，但是我看比较好的大概就是像虚云和尚这种才是真厉害啊，他讲经讲到可以入定，在泰国讲经讲到可以入定，这个真厉害。一般我们有言语，因为声音是禅次啊，言语有巡视，他没有办法入二禅，他讲这样讲，因为你讲要想啊，那有巡视或是言语声音是禅次啊，他不容易入定，但是他这样讲经讲经讲到就入定了，这个功夫真高。甚至一百多岁的时候被红卫兵踹到都可以入定，这个实在是也很厉害。这功夫哦，这不是普通人，那一般人也有禅定，但我发现到没有人像虚云和尚的禅定功夫这么好啊，他那个出入自在啊，这个厉害啊。所以禅定哦，禅定要怎么练呢？基本上一般最常用的其实就是观呼吸啊。但是你要知道禅定有三种功德嘛，主要三种功德，一个就是调伏烦恼，因为你有禅定你就不会执着五欲，它是色界的，这是欲界，你要离五欲你才能够得禅定。那么所以基本上你得了禅定，禅定有喜悦的心，那种快乐已经是升级了，不再是感官的刺激。我们欲界是感官的刺激，它是内心的喜乐，巡视喜乐一心嘛，所以它那种层次是比较高的。所以你有比较，就好像你有了珍珠了，你就不会要那种弹珠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它的层次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它很容易。你有了禅定，你对世间的欲乐，其实你是不会懒惰的。但是你的禅定功夫要很深，要不然。就是你的观念前提要很好了，不然就算你有禅定，你也不一定就会离五欲哦。提婆达多就是一个例子，啊，他喜好名闻利养，啊，他也不是爱五欲，但是他好名闻利养，啊，所以他有禅定就是为了要显耀他的功夫，让很多人供养他。但是他也不是贪着吃的，你看他后来不吃肉、不吃鱼、不吃好的东西，修苦行。其实他不贪着感官的刺激，但是他追求，他不贪求感官的刺激五欲，但是他追求名闻利养，希望别人的恭敬，希望得到一切人的恭敬，那么这个也是在里面。但禅定基本上你至少你能够调伏五欲的烦恼，然后可以怎么样引发神通，那么可以引发无漏慧，最重要在引发无漏慧啊。所以还是要修禅定，偶尔有事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你不用禅五分钟十分钟，养成习惯，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地点，固定的修法，从五分钟开始到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啊，那你要固定，你不要换来换去啊，那么换来换去就会乱，你要专注啊，你要观出息就观出息，观入息就观入息，你不要一下子观出息，一下子观入息，一下子又数息，一下子又念佛，那你这样换来换去不行。那么你就是要有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地点，那么这个地点就是要通风的，不要太暗，不要太亮，那么你不要吃太饱的时候去做，也不要太饿的时候去做，也不要睡觉了才去做啊，那个都没办法，就是你要精神好的时候，那么你刚开始少没关系，但是那个少的时间你就是专注，你就是训练你专注而已，你的所缘就是呼吸啊，那你要观这个鼻子中心也可以，观肚子的起伏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要那么乱，你就是啊，依安那波那观出息入息就好。那观出息就观出息，观入息就观入息，也不要换来换去啊。那你就专注一阵时间之后，你的定就会慢慢提升，慢慢提升。那定表现在哪里呢？定表现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，你心也不动，因为你在还没修的时候，你外面有很多境界啊，你选择忽视，你只专注在你的所缘。那么渐渐你养成这个习惯，你外在的一切境界你也不会受干扰，那你选择在你的所缘就是什么法啊，一切法都是什么无常有为心缘，你就是观这个法，我告诉你它就有力量。好，因为时间到啊，就讲到这个禅定啊，那么波罗蜜满，好，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。